三条都光秃秃起啊，好都歹看去啊。所以只好吼用女的吼，就是甲女一扎起来，啊，佮大丛的时阵佮女一扎，啊，所以这个工课足忝的啦吼。我都为着要，为着迄笑颜没有好看嘛，都爱继续安尼啊。哦，那就甲这个情形同款吼。迄无斩掉，迄根没有挖掉，根没有挖掉，解脱无？无，无解脱。所以，干那修止吼，未解脱。哦，但是进货一堆来，进货当然嘛是一直熏，一直熏上，一直熏起来。就熏到好，完全一款。无好的业种完全断掉，完全无去。安尼，迄个是真正的解脱。哦，过来，那安尼时阵，这两款到底是倒一款先？这两款是倒一款先？应该是这样先。这样行，噶这一个听到的时候，这开始慢慢啊造出来，哦，所以也变安尼，安尼，过来，清安的跟他解脱的意思吧，哦，一个接近解脱，啊，一个接近解脱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解脱之前，那讲。那也在讲，那叫做清安。一个接近解脱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解脱，那怎么称叫做清安？哎，清安的人，他是不是会愈有法度止？所以这款呢，会清安的人哦，都不是讲这尔，行啦、卧啦、住啦，都拢有法度啊。所以。咱咧打坐的时阵，就开始爱练坐，甲清安的时阵，就行住坐卧拢会啊。安尼敢听？哦，所以禅坐吼，一开始就是爱先练止、静虑。啊，甲你有法度身心拢迄个业已经渐渐卖当离开。你嘛暂时离开了吼，唔是永远的，因为还袂长期的嘛吼。哦，迄阵阵你就会当感觉，哎，敢那负荷袂遐重啊。哦，啊负荷袂遐重了吼，你就唔是一定爱坐的时阵才有，你就是吼行啊是，困啊是，哦啊坐，哎，唔是一定爱打坐吼，不管是咧做物件吼，会当安住，啊迄就拢有啥。清安的效果，啊，清安的效果吼，一个越加长，这记的功夫，所以安尼时阵，我都互相影响的，就是等持。所以佛法有另外一款等持的名相，就是咧讲已经达到清安的时的记，啊，这款的记吼，就是。正智，或者是讲正定，哦，意思来讲，你还没有达到清安的时阵，这个智吼，唔只，还唔是叫做正的，哦，还佫唔是叫做正的，但是这个情形是唔是外道嘛？有，这讲外道的，这我来讲外道的。因为吼，要活到的吼，都敢那安尼，才会当算呢。爱紧有当才会当算。哦，后来有一个名相叫做啥？三昧。三昧叫做正定个正修。哦，然后这个正定个正修，唔是敢那会当正智呢？就是讲，伊还佫有法度接受外面的作用，所以这个三昧已经佫比这个佫较悬啦。
这大家叫做震慑魔塔，搁在起里叫做啥？三昧，镇定镇受。哦，所以三昧个比等持较悬，等持个比跟他记较悬，所以跟他一个定的功夫都有，都这样，无同的意思。后来罗汉有两种，一种是啥？一种是会解脱，一款是具解脱。安尼有人就会问讲，无定干无啦，我都解脱，无先啊会当会解脱，免定会。具就是定会拢有，叫做具。哦，是不是解脱会当干啦会尔，免定会拢有？是不是安尼？不是安尼。哦，所谓会解脱吼，虽然伊无足悬的定，但是呢，伊至少爱有啥？未到四禅的未到地定。安尼，还用听？也就是讲吼，伊至少爱有这個。伊至少要有等持清安，然后吼，伊才有法度真正做较济。虽然伊也无够安尼，但是伊至少要有法度安尼，还阁达到安尼。但是哪个安尼无安尼，就表示咯，伊也阁是外道。安尼个要分。啊，若具解脱的，一定是安尼。有正定。啊，这款正定的人，伊才有法度靠感悟器官，才有法度救度。所以这款的具解脱阿罗汉叫做大阿罗汉，感悟搁较好个，因为伊个三昧功夫较悬。过来，有啥物三昧，就有啥物。陀罗尼的意思，这个陀罗尼叫做中起，啊，那中起就是对一切生活的拢有法度意念，袂去袂记，啊，而且对一切恶法哦，拢有法度止掉，叫中起的意思。所以有三款的镇定镇受，都有三米款的陀罗尼种子。所以这里大圣经典里面都会看到。先来还作较简单的叫做红珠，先来还作较简单的叫做旗，所以叫做珠旗，珠旗。好，不是这个主持哦，主持的变作。主持节目去啊，不是，所以主持不是这个主，这主持就变成主持节目去啊，是应该主持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若要做一间寺庙的主持，一定要有法度有这个三昧跟陀罗尼的功，安尼敢听？这款的就已经是算解脱的罗汉以上，是安尼啦，哦，三昧陀罗尼啊，好。好，来简单的。直观，伊个意思差不多就是安尼吼。六祖大经内底有讲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观的心对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就是咧讲，即
所以就因为不起分别想呢，我都让咱入坑，对吗？再来，有坑的定了呢，较这个器官，所以在油脂器官，啊，油脂器官叫我都关元气。因此，伊这过程内底应该是先修空观，再修什么？再起什么？再起缘起观。啊，这个缘起观就是假观了。哦，再从空假里面去离出什么中道？破相，破两边相，破有相，破无相。哦，因为这有。这边有变空的意思，这边也变执着有的意思，是破两边，在入中的意思。哦，所以由观入止是要咱先空，啊，它佫有定了这个器官。哦，这器官的原因就是要怕尘沙惑。观自在。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，照见的是观，五蕴什么？皆空，立即啊，然后来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再来空呢，不异色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再起观，到尾啊吼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什么？当下空性离两边相，好，安尼了解了。那心经内底有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过来离两边相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有意思。好。一开始对外境起的受是一种见惑，再来透过内心去想，起贪爱是一种失惑，再来行因是啥？行因是以为是来讲，除了受心所想心所以外，其他的种种的心所都跟啥有关系？拢甲行因有关的，包括不相应行法，哦，什么眠啊、寻啊、思啊，哦，或者是吼不好心所贪嗔、五见，啊，五见识、五力识，迄东西吼，啊，啊，阿哥，哦，反正从除了。受心所想心所以外，所有其他的心所都跟行因有关的，所以这代表法尘，所以是尘沙惑。再来最后外明完庄，我都如实知，这就破无明惑。其实五音，你这层层由外进入内，有这句话，这句话很艺术。